morning. Hi.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现在已经82公斤了，还有2公斤。今天看我的吧。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兵哥去时装周要准备些什么。时装周的时候都会坐长途飞机嘛，要学会在飞机上睡觉。同样是花这么多钱去买头等舱的那个机票，当然要挑一家性价比比较好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要选择什么航司，怎么样最舒适，怎么样倒时差最快，这个事情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想要去欧洲，你可以有几个方式转机或者直达。直达的飞机时间好的话就还行，也就是说去欧洲的飞机，在凌晨飞的飞机到那边，到欧洲是早上，在飞机上睡一路，洗个澡就开始工作啊，就这样省回一天。嗯？为什么？Oh God, please no, no.